美国天后马丹娜上个月突然被爆出因失去知觉送医急救，近日更传出脑死的消息，震惊不少网友，更引发了粉丝们的恐慌情绪。对此，马丹娜的经纪人透露，她近期忙着为巡演排练，但似乎是因为行程过于紧凑，没有时间好好休息，已经陆续发烧一个多月。马丹娜为了不耽误工作而不愿意停下来休息，最后因为严重细菌感染才会突然昏倒失去知觉，在加护病房内治疗了几天，不得不延迟巡演的行程。经纪人也透露，目前马丹娜已经出院，在家休养中，不料却突然传出她已经脑死的消息。马丹娜的好友为此特别出面辟谣，表示马丹娜正在康复中，并强调她很坚强，目前情况也很好，借此澄清了脑死谣言，希望网友们别再以讹传讹。Bye.